必须要问我。他说刚副总刚说什么卡车是不是？来来，我来更正一下啊。来，第一个哈，我事实上是来自金门哈。我们金门精神是生活不怕苦，工作不怕难，然后战斗不怕死。好，所以我不是卡车，我是坦克。对，对的事情自反而说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，就是往前碾压。不是，看谁不是去找上来，我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呢、啊。我们一般都是防守，我这种小家碧玉吗？好了，没有了，反正我们就说希望还是希望民进党可以当家不闹事啊，哈、哦，就是说可以就是知道我想说，即便是冗长发言哈、哦，这个民主程序哦，我们反正就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，我们的论述能力也非常强，国民党团这年轻一代，你看总召领军之下，总召要来探班了，谢谢。论述很强，你刚刚说你说我是卡车哦，我说这个错误啊，我是坦克，坦克，金门是坦克，加油加油。我们的金门女战士啊，这个大家会看到啊，这个新型的坦克啊，明天会开进立法院，好吧？谢谢。他们应该不会武斗了哈，应该是武功啊。当家不闹事嘛。对嘛，当家不，我们都认为当家不闹事。对，壮丁。来来来。先通过来，先通过来。哇，又有好吃的。我是来的正是时候啊。这个男儿立志在沙场，马革裹尸起豪壮。来，一起，一起。来。不是，我一人吃一桶嘛。哎，这有一桶来。你有没有唱军歌？我是很想再看到玉珍姐在做人体夹娃娃机，就把人夹走，你知道吗？抱走。哦，这么好，你看，这个大家行用，不要客气。啊，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哈。好。没有唱军歌吗？男儿立志在沙场，马革裹尸起豪壮。军歌挥动耀日夜，铁骑奔腾撼山岗。他竟然比男生还厉害！准备要反攻民进党。